你被网络通缉，那一定就是骗子想你。如果接到9610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常常想我说的话，你是否听得进去？明明套路低级，却又止不住叹息。在骗子心里，你就是他的唯一，爱就是他带着你投资。Oh baby， 链接不要去点，转账就多下一点，刷单都是诈骗，坚持钱换别垫钱。